对甲王的一个变化啊。在上一期中呢，我们讲到了啊，当白棋爬的时候，啊，黑棋搬以后种种变化。那么呢，当白棋爬时呢，黑棋不搬也是有，它还有呢一种顶，这个是顶。不过这个顶呢，就是说呢，黑棋的意图就是呢，可能是啊，不想让这个白棋呢有可能将过，虽然白棋将过，黑棋不怕。这样是这个顶呢，就是说呢，想直接就是说呢，分断这里的联络。不过这个顶呢，一般来说呢，白棋呢不用怕啊，这个黑棋呢，结果呢并不见得好。就是说呢，白棋如果想还原的话呢，可以啊，就跳一个。那么接下来黑棋挖，白棋走以后呢，那么就还原成我们前面啊先搬在顶的，我们在这呢就不多说了。那么黑棋如果藏呢，白棋就接上，就是啊接上就是这个地方呢，眼位的空间呢已经呢是比较大，这个头呢黑棋呢没完全封死，这个黑的呢不容易啊对白棋呢发动太大的攻击。由于黑棋啊失去了这个扳啊这个弯的这个先手啊，与这个扳相比呢，那么对于脚上的这个点，白棋就有可能冲下来帮助啊，这个地方就有可能冲下来帮助的反击，这个黑棋呢有点吃亏啊，有点吃亏，这个有可能扳反击，这个这一步棋已经变成后手了。那么这个呢，黑棋呢，我们说不能满意。白棋退一个呢，也可以考虑，就是说不给黑棋这个挖的机会。但是呢，这样呢，黑棋呢可以考虑拆二啊。这个结果呢，倒是呢，有些难讲。虽然你白棋可以跑啊，黑棋搬或者正头等等，但是呢，这个变化呢，就是说呢，双方呢可以说是。都没有什么成算啊，都没有什么成算，所以作为白棋来讲啊，你要想简单一点呢，就跳一个啊，就跳一个，这个呢，白棋没有什么好怕的啊，白棋没有什么好对这个底。那么黑棋啊，真正还有一个厉害的招法呢，就是拖啊，就是拖，就是拖。拖一个是什么意思呢？拖一个看上去呀，这个黑的马上要搬过来了，这个白的当然是要搬一手了啊，这个拖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呢黑棋再搬，经过这一下拖，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逐步的啊来了解一下。拖完再搬啊，在这里呢，我也想起一个这个 有趣的次序啊，就是说你先的白棋走中以后啊，这已经走成三个以后才能再拖。如果他打入的时候啊，那我就赶快一拖，拖完再搬，再压住。那么呢，当白棋这边还没有走中的时候，那么白棋肯定就吃掉了啊，吃掉了。那么这个黑棋不行，这个黑棋，这个地方。这两手损失至少一手棋啊，这个白棋这个形状实在是太好了，这个黑的不行。但是呢，白棋啊这里交换了几个都损了以后，这个白棋现在打吃啊，现在打吃这个黑棋不怕，黑棋可以就顶，把这三个白子吃掉。虽然我这里几个损失了一手棋，但是呢，你这个连损三下。这个呢损失呢也足足啊可能要超过了一手棋，所以这个白棋挖是不行的。那白棋啊这个直接顶当出尖的手段是没了啊，这个正好一打就下来了，那么白棋呢就依然是搬啊，肯定是要搬的。这时候黑棋当然不能顶了啊，这时候黑棋顶的话还是被白棋这么打吃啊，做活的话，这个
拖一个和搬一个就变成明显的大叔手啊，明显的大叔手。那么黑棋的葫芦里面到底卖的什么药呢？接着发展下去呢，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啊，大吃一惊，黑棋就退，黑棋下不就退。白棋你要想继续做活啊，黑棋就强行帮助啊，黑棋可以强行帮助。这样呢，我们逐渐呢，慢慢的可以看出来啊，看出来这个托就是说，让白棋在这里没有啊与这个联络啊回家的手段，就是直接非常赤裸裸的逼迫你，要让你在这里苦活，哎，在这里。如果黑棋白棋就简单的这么苦活啊，那么黑棋当然很满意啊，黑棋还可以通过虎啊，这个如果你还都跟着硬，他就甚至于来搬啊，这个做活都还有些困难啊，都有些困难。即使啊，我印一个啊，或者说让你简单的做活，那么我能够抢到这边的话，这样呢，这个白棋活得明显的太苦啊，太小。白棋如果拖啊，这个就不是好棋，正好黑棋可以唬住啊，黑棋可以唬住，这个黑棋一下子形状呢就变得好起来，这个子就变成。白棋如果顶，那黑棋粘啊；白棋如果搬，黑棋虎住啊；白棋打吃，黑棋粘上啊。这个黑棋都可以跟着一。白棋粘上不行啊，粘上被打拔，这个气不够，这个要死。那你要做活呢？那么黑棋就一冲。这个白棋这个脚上也受伤了，这个活的呢也非常的委屈啊，白棋可以说呢是这个是已经有些难办啊，有些难办，在这边是有些难办的，有些难办的话呢，白棋呢势必呢就是说呢要在这边啊寻求一些味道啊，寻求一些味道，那么这味道是什么呢？那就只有断，这个不有断点嘛，棋逢断处生呐、啊，那就从这里断开始。但是接下来呢，黑棋啊，可以说是可以走的是非常的顽强啊，非常的顽强，因为毕竟这边子力啊非常多啊，我们以这个为背景，毕竟你这个边子力非常多的话呢，黑棋可以强行打吃啊，打吃。然后呢再爬啊，再爬，白棋拐的时候啊，黑棋连帮住啊，这个为什么连帮不是直接就可以渡过吗？但是由于跟这边这个对杀有关系啊，防止白棋打了长以后这个黑棋紧不住白棋气，那么黑棋要连帮啊，所以说看上去很撑，但这个地方呢确实是没有什么棋，白棋打吃啊，长的时候啊，黑棋可以顽强的注意贴住啊，贴住，这个是非常吓人的啊，为什么要贴住啊，一会儿我们呢就能看得出来。白棋打吃啊，这个一定要贴住白棋的气啊，白棋打吃，贴住白棋气以后呢，这些下法呢才能成立。白棋呢现在依然啊不能搬，搬了这个黑棋一段，拿着上面三个子没有办法，那么底下呢已经就是死掉了。白棋呢还是只有顶啊，白棋还是只有顶。如果拖啊，这个拖总不是好棋啊，这个被人家一虎，你如果退啊，那么
黑棋呢，当然就退出来是没有任何问题啊，黑棋甚至于不退，直接虎这个啊，走成好形状都可以。如果你直接搬，那么呢，黑棋就断啊。但你这个搬也很危险，搬一个就是把自己这个棋啊要给走死，局部先给走死啊，那么黑棋就是就跟着硬就是。注意，由于这个地方贴住了白棋的气，白棋拿这三个子，黑棋三个子看上去气紧，但是白棋拿它呢也没有办法，没办法，这个都是当初顽强的原因啊。那么白棋如果顶，这个是白棋最强的，顶完扳再把吃啊粘上，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时候能体会到这个黑棋啊这个顽强下法的这个作用。如果粘在这啊，这个是一样打吃啊，那白棋最强的是退啊，是退。黑棋如果外面补一手，那么这时候白棋再一走的话啊，再立下来的话啊，或者虎一个的话啊，这个黑棋脚上这四个子危险。但是这时候呢，黑棋可以充分发挥啊这个子鱼形啊非常难看的棋形的作用，它可以脱先直接打吃啊，打吃掉，打吃掉以后呢，等于就是说呢，这个棋啊，白棋在这个里面呢已经死掉了啊、已经死掉了。注意啊，白棋如果最强的拐呢，黑棋可以利用这一颗子的作用强行冲出来，虽说非常非常的熟啊，但是只要出了头啊，黑棋呢就是胜利，因为白棋下面毕竟已经被这个黑棋全部都吃掉了、啊、这个脚上还有虎的手段，毕竟已经就是说全部呢给吃掉了，可以说如果下成这样，这个是白棋崩溃啊，白棋崩溃。大家呢可以就是说自己再稍微验算一下，在这个地在这个地方啊，白棋呢没有任何好的封锁黑棋的手段啊，也没有好的能够把这个黑棋封锁弃子的手段啊，连这个手段都没有。黑棋这个头总是能出去的，要不然就是吃掉这两个子、啊、这一串的变化手速啊，这个这一串的变化呢，就是说手速虽然长啊，手速虽然长，而且呢看上去黑棋啊这个是非常的勉强，非常的勉强，但呢其实在这个中间就是说呢，都是双方必然的变化啊，都是必然的变化。黑棋虽然很勉强，但结果却是白棋不行啊，结果却是白棋不行。我们也就是说啊，当被黑棋啊这一串啊，这个就是说顽强的啊这个全部撑住以后，这时候呢白棋呢已经呢没有好的应对手段，没有好的应对手段。那么呢追究其根源啊，追究其根源，那么呢可以就连回到呢这黑棋脱的这个时候、啊、黑棋脱白棋硬以后，这个黑棋扳退啊，这每一步棋可以说呢都是必然的下法，都是必然的下法，就是白棋呢已经不好办了。那么我们只能啊回过头来啊寻找这个根源，那就是当黑棋脱的时候，我们认为啊白棋扳这个是呢就是说看上去很这个必然的一手，但是被黑棋强行扳退以后，白棋接下来这个反而呢很不好办啊，反而很不好办。那么呢我们追寻它的根源，就是黑棋脱的时候，
白棋呢，其实呢是可以不硬的啊，白棋是可以拼的。那么白棋呢，就是说呢，要走的话呢，可以搬啊反击。你既然在这步走，你既然不搬我，那么我这个搬出来价值啊也是非常的大啊。然后呢，黑棋啊，黑棋搬这个啊，黑棋搬这个。黑棋搬这个，白棋啊，如果现在啊就跟着硬，这个白棋不肯，黑棋就补住啊。这个白棋这两个交换呢是熟手啊，白棋以后呢要保留啊，保留呢这个断的这个变化，啊断的这个变化。当然呢，现在断呢可能呢为时尚早。如果就是说在这个黑棋争执有利的时候呢，白棋呢没什么好，没什么好下的、啊、那么白棋在这个时候呢、啊、继续在这里呢补一手啊，也是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这一手补以后呢，白棋在当初黑棋的这个阵势里啊，走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形状，非常漂亮的形状，非常厚实也很漂亮的形状。本来这个黑棋挂了拆回来的，这白棋在这里呢所得呢非常的大，不但把目数破关了，自己也活得很大。同时呢，这个虎了以后呢，对黑棋这一块棋啊，都一下子呢都有要从厚实啊变成了被攻的对象啊，变成被攻的对象。因为马上白棋还有这个尖顶出来分段黑棋的手段，这个呢白棋所得的。当然作为黑棋来讲啊，接下来抱持补一个啊，逼迫这个白棋拆回去，也是这个这边也是这个沧海变桑田。这个是本来一个白角啊，被黑棋连续走了三下啊，这三下都是非常有力的。这黑棋在这边呢所得的是很大啊，这个就是形成了一个呢意外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转换啊，比较大的转换。黑棋的模样啊变成了白棋的这个非常好的形状和实地啊，而白角呢也一下子呢就变成了黑角。这个变化呢还是很惊人的，很惊人的。不过呢，就是总的来说呢，这个结果啊，白棋呢是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啊，完全可以接受。在实战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这个局面啊，类似的这个局面呢，也有这个棋手啊，这个下过啊，双方就这么下过，得失呢，也是很难判断啊。有的呢人认为呢，白棋啊不错。有的认为呢黑棋也不错啊，不过大多数呢棋手认为呢，就是说呢还是这个棋啊，就是说不明啊，情况就是说得失不明，双方应该都是有的下啊。这个也是可以向大家呢推荐一个这个变化图啊，一个变化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有一个地方呢需要注意啊，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就是说呢白棋虎是这个局部的这个好点啊，这局部的好点，就是你藏一个啊，这个不可取，不可取。所以你局部藏一个以后，被黑棋本身留有一个拆三的余地啊，那么你的这个尖顶的威力就要小得多啊。就是第二个拆三被人家一点以后，这个你要粘上啊，再被黑棋走一手啊，他补到这个断点又收获到目数。而且大家注意，白棋这块棋啊还有可能眼位不足，还有可能眼位不足，还有可能眼位不足。这个棋呢就是说呢白棋啊这个长啊华而不实，华而不实。同时作为黑棋在这个左边来说呢，这个抱吃啊也是本手，也是本手。如果你急急忙忙去加的话呢，
急急忙忙去加的话呢，那么这个地方被白棋一断啊，由于自身这个白棋这被白棋的借用啊太多，被白棋借用太多呢，这个棋黑棋呢并不好继续展开这个攻击，并不好展开攻击。你再说这个虎是比较大的手啊，如果你直接在这边走，不管怎么行棋啊，我们先不管怎么行，以后啊，黑棋处理完以后，以后被黑棋这一点啊，这个点依然是要点啊，点完一粒以后，黑棋活了啊，白棋这块棋反而变成有不活的因素，所以呢，白棋不宜啊在这里这个过早动手。这个图呢也是这个。双方啊，就是说得失很难讲的一个变化。那么呢，白棋啊打入以后啊，黑棋压这个以后呢，黑棋当白棋爬时呢，黑棋有搬啊和拖的两种选择。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的搬的正常变化，这一期呢，我们主要讲的这个拖。以下呢这些复杂的变化，总之来说呢，搬的时候啊，黑棋呢是一个比较厚实的结果啊，黑棋是一个比较厚实的结果，白棋呢目数呢稍得一些，而这个拖以后啊，白棋大家注意点呢，就是说呢不要急急忙忙去这个搬一个啊，去搬一个呢，这个被黑棋搬了以后比较危险，白棋呢还是比较冷静的搬虎啊，这个是。一个局部的好的形状，白棋呢就可以呢硬就对付过去，反正这个结果双方呢都是可下的啊，都是可下的。那么白棋打入以后，黑棋压啊，种种变化呢，我们呢就给大家呢介绍到这。另外呢还有一点点呢，就是说啊，这个白棋打入的时候呢，我们在上一期也讲到这个立啊，这个跳。其实呢，黑棋还有一种呢，比较这个大局或者说是比较朦胧的下法，那么就是黑棋这个正头啊，黑棋正头。一看这步棋呢，大家也其实也比较容易明白这个黑棋的意思。那么黑棋的意思就是说呢，不在这个局部啊，跟你过多纠缠，我是明摆着。以上面为主扩张上方的模样啊，上方的模样。这个下法呢在实战中呢也是可以说呢根据情况呢也是出现的概率啊比较高，但是这个前提啊局势可以大家也很明了的判断，就是黑棋在外面有大模样，有模样发展的潜力比较大，这呢这个正呢是比较常用的一手。那么接下来白棋穿下眼啊，是多见一点，黑棋呢然后继续啊在外面去行棋啊，其实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处理了以后呢，在外面去行棋扩张模样，看清这个局部，这个呢下法呢在实战中也会遇到，它的好处就是说呢防止一下啊你白棋跳出来的好点啊，跳出来的好点，由此一震以后你再贴出来，这个效果呢肯定就比跳出来啊要差得非常的多，差非常的多。黑棋呢震完以后呢也可以啊边守一下这个实地也是有的啊，就尖一个防止这个飞那也是有的。尖的团住，这样把这个地呢是守结实。那白棋也补一个啊，这个得失呢，也难讲。黑棋还是可以脱先进行模样。那么黑棋把这个手实了呢，把这个角上啊也损了，这个到底是便宜吃亏，这个就是很不好说了，很不好说了。黑棋还有，当白棋尖以后呢，黑棋还有一种下法，就是以后啊留有的一种下法呢，就是黑棋脱，这个跟劫财就有关系啊，黑棋脱。白棋搬啊，黑棋虎做劫，你打吃，我就做劫。这个呢也是黑棋以后啊，
黑棋以后呢，就是说呢，在这个地方留有的变化啊，留有的变化。当黑棋劫财有利的时候啊，当黑棋劫财有利的时候呢，这个下法呢也是挺厉害的啊，也是挺厉害的。白棋呢，还是得小心，还是得小心。劫财不利啊，或者说是这边空也不围，这个围起来也不大了。那么黑棋以后呢，阵亡以后啊，就是说呢，实在不行啊，还有两三三，活脚的手段。这个活起来呢也是很简单啊，点了一扳，这个棋呢就进活了啊。你拐呢我就虎，你扳呢我就张上，你张上呢我就飞啊。这个呢，黑棋也可以轻松的活个脚。总之来说呢，就是说黑棋这个飞阵啊，白棋尖的时候呢，黑棋的这个可以在外面啊，可以在外面呢，先经营这个大模样啊，经营这个大模样，在这个局部呢以后呢，留有这个尖啊，留有这个尖，以及呢这个拖啊，尖守地啊，拖啊，劫财有利打劫，或者说呢直接掏掉脚控的种种下法，也是黑棋呢阵头呢可以说呢是非常这个有趣的一手啊，有趣的一手。既然我接完以后黑棋留有种种的这个借用，那么白棋呢也有棋手就彻底的啊，喜欢实地化的呢就是尖顶。你长啊，一它有扳张的下法，我就扳张。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呢，我让我脱先，他头，我先手把这个脚护住。还有一种就是尖顶的立下来，尖顶的立下来。你要是走这个啊，我就拆过来给你做活啊，也有这个下法。这个下法呢，白棋的好处呢，就是说呢，逼迫给了黑棋啊，给了黑棋呢，就是说呢，选择的余地呢比较小啊，不像黑棋这样以后，黑棋有种种的选择余地，因为他现在可以不走，根据情况有种种选择。现在我顶完以后呢，你选择的余地呢就比较小啊，我一下子呢就可以逼迫你要做出表态，做出表态。当然呢，这个棋呢，黑棋呢，要作战呢，也是不用怕的啊。当然，这里也有先挤的这个手筋等等，这个黑棋呢，也没什么好怕的。总之来说呢，不想压飞阵，照顾外面，先照顾外面模样，也是呢，非常这个有趣的一手啊。大家在实战中呢，也可以呢，这个运用一下啊。好，这两期讲座呢，我们着重讲解了白棋在这个地方打入以后的一系列变化。相信大家看完以后呢，因为对这个棋形啊，心里呢有个呢简单的有了个谱。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再见。